传扬出去，输送到国外。我们开始办理国外儿童的认养，把这份的爱心传播到全世界。家扶中心帮助18岁以下的儿少还有家庭，透过专业的服务，把幸福送到孩子未来的生活当中。今天我们要带孩子们，还有我们所有的贵宾，邀请我们的贵宾带着孩子，让我们能够借由你们的力量，驶向更幸福的未来。首先，我们来邀请我们的总统，我们邀请我们总统带领我们的小千小朋友，小千往前走，哇，好可爱！我们的总统阿姨带着小千。接下来是我们的赵黎明赵董事长，邀请我们的赵董事长带着我们的国中生，我们的小泉。是，接下来邀请我们的赖清德赖市长带领我们高中的孩子小轩，小轩举手，小轩在哪里？我们的赖市长要带领我们的小轩。接下来是我们的何树秋，何执行长要带领我们的国小的小朋友小静，何树秋，何执行长。接下来是我们的福佑主委，我们的吴庆堂吴主委要带领我们大学的小朋友，大学的少年小怡，何树秋和执行长。我们也看到了，在舞台的左方有一个站台，有一个站台。这个站台呢，叫做幸福站、影后站嘛。一般讲，就有个咱每一个大人的手，咱的困难，咱会当帮助着这些囡仔走向着幸福的这个每一站。那么今麦呢，咱的家福娃娃就要带了我们的幸福列车进站了，我们幸福列车要进站了。幸福站啊，到我们的幸福站是，这站是上该幸福的，因为我们每一个咱有贴心、有爱心的这个贵人，也加帮助着咱每一个囡仔。那么我们往前一步，是的，接下来请我们的贵宾跟小朋友把你的票卡拿起来，准备要插卡哦。来，我们数一二三的时候呢，我们就把我们代表勇气、快乐、幸福、成功、健康的卡的这个票，把它插下去哟、哦。来，现场所有朋友们，跟我一起来倒数好吗？来，3、2、1。重要的就是要来深深的感谢我们所有的贵宾们，因为你叫我带你囡仔来高中，都来了就是马丹小姐，带你痛痛给你爸爸当中，来到虎牛窝里带你几个囡仔，我带你看到信心，看到未来，用我们来行，谢谢。现场我们所有的记者朋友们，记住你们的身体，生花妙笔，可以把我们的这个活动。